宝宝们跟你们分享一段话：最穷不过要饭，不死咱猪鬼出头。你若成功，放屁都有道理；你若失败，再有道理都是放屁。辉煌的背后，不是沧桑，便是肮脏。在你最落魄的时候，请珍惜依然爱你的人；在你最风光的时候，请善待骂你的人。不要随便的把自己的伤口给别人看，因为这个社会上，你根本分不清哪些人给你撒的是云南白药，哪些人给你撒的是盐。什么是奋斗？奋斗就是每一天都很难，可一年一年却越来越容易。不奋斗就是每天都很容易，可一年一年却越来越难。难回头必有缘由，不是报恩，他就是报仇。能干的人不在情绪上计较，只在做事上认真。事不三思终有败，人能百忍则无忧。越牛逼的人越谦虚，越没本事的人他越爱装逼。拼你想要的，争你没有的。要想人前显贵，就得背后遭罪。咱拼一个春夏秋冬，赢一个无悔人生。最穷不过要饭，不死终会出头。加油宝宝们，这段话送给正在奋斗的朋友们，加油。其实录到最后，我自己怎么说，自己都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？还是那句话，加油加油宝宝们，咱们一起加油好吗？